石进，这里已经没有你存在的必要了。为什么我知道杀死李吉的人不是你，却仍不肯放过你呢？现在可以告诉你了，我的目的从来都是少华山。混蛋！任何一个勾结少华山的人，我一个也不会放过。去死吧！小心！少华山没有你这样的高手，那天取走书信的人就是你吧。